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他走上来了。他没回家，只走上来。我没玩过阿卡丽，不知道他前面那个技能吸力多少。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可以呀、啊。步步接触。不过还行吧，虽然是炮空了，但是多 A 了几枪。这么自信。时刻准备。他们蜘蛛打野，估计要准备上来了。还行，我路线推到塔下就 OK。蜘蛛要下路。这补刀心态不好。那卡莉早点把心思做出来，随便打的。铺平道路。反杀吗？牛逼啊！将战锤砸下，我等头岩上要打黑炮，他补刀路轮正在充电。哎呀，拉一下这波线，拉一下这波线，等那个塔。我去，差点把我拉死了！我去，差点把我拉死了！省个 TP 吧，拉一下这波线可以省个 TP 的。拉这波线，他那个线就会直接到塔下，他我们的线会直接到塔下。他们说别打了，卡莉过去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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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过不去，帮不了他，我这波线这么大，还是帮一下吧，还是帮一下。我去，好兄弟上来跟我分享了一整波的经验。这么细节啊，这样子跟我分享经验啊。但我这波六级了，他这波有点细，可以了，我学到了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你这波跟我分享经验还是可以的，这一手。打卡莉拿了个头，这波有点舒服，拿了个头。时刻准备的。他来了，但是他没 W， 我不怕他。战锤时间，铺平道路。这一炮躲着轰，
这样我 W。你们稳住吧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我这么四个筑城要到时候踢出来吗？算了，我要叠个行死的盾再踢出来。回饼干呢？我还想要不要去吃个药啊？有药吃吗？放眼未来，吃个药去吧。啊，不跟我分享那不行，我下八级了。瞎子这么狠啊，这 Q 没地方回家，我不怪你啊。那不就是没办法。我回家心死了，打卡里煤气废了。他彻底的没机会了，铁子们，我这波往这里走，我可以打他至少三分之二的血，然后他如果守塔的话就给他越了，看他交不交易，交易的话就给他秒。我不吃鱼生，太行了那玩意，他结束了，绝对不要回头，金石出来那肯定结束了，要卡他一波线，如果吃住下路，怎么卡他一波线呢？铺平道路。战锤时间，我去，他第一个E有点秀，这不没闪没大，瞎子帮我报仇。第一个E躲了我的那个大招，不是躲了我的 Q， 然后后面他大招回来，我觉得还是能秀的，只是没想到他有闪失。我去，瞎子，没闪的话感觉要被秀。牛牛牛牛，打他打他牛牛。我看这边，你看这边，但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说哪边呢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哪。大炮已组装，他这波没大是吧？没大我可以压他，他这波没大的话我在塔下，他在塔下都待不住的。你看我见面就给他甩一套星石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再来个 QEA， 再刷个盾，基本上都是无伤的换血，然后直接守他脸上去，这个败，再见。放眼
EA3，哦嚯！他大招怎么好这么快、啊？有一说一，有一说一，好的有点快了。拉卡利大招，我刚才好像打了 AEA 是吧？好像打的是 AEA， 是吗？刚才我杀蜘蛛是不是打了 AEA？帅帅帅帅帅！但是我的兵线怎么办？这怪有点小亏。对 W 加的攻速就可以打出 AEA。EA 没什么技巧的，就贴脸，贴脸，然后 A 一下对面。一出去的时候再 A 一下对面，再点一下敌方的模型。就可以 A 出来，一定要贴脸，但是一定要贴脸，我被看到了，好像。我一定要快点拆这个塔，因为马上十四分钟了，我早点把这个塔拆了的话，我可以多，我可以多170块钱。我这波就点塔，我不管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看你怎么操作这波。还想跑？我这不开不下路，我有 TP。这波终结比赛的 TP 啊！单刀好像要来，这个 TP 足以终结比赛，足以终结比赛了吧？应该。考虑中上 TP， 这波就没打出 AEA， 因为这波没贴脸。这波为什么没打出这 AEA 呢？因为没贴脸，好像没有贴太近。这难刀，哇，这么简单。我在后面打炮就行了，狂妄了，狂妄就不准了。
秒个男刀还是绰绰有余的哈。 膨胀啊，必须得膨胀！都还没感觉到压力，哎呦！ 这版本杰斯真的好强啊！我去，感觉越来越强了。防万我就不出了。 不要出去走，我不玩出去走。回家出个暴风大剑吧。我打炮，打炮好爽啊！对啊，我这一套。 真的，这版本绝对无敌。嗯。发火，发火，发火。 蛮是蛮的。